闪人，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犯案。 一台台轿车停在空地上，不过仔细一看，他们的后照镜怎么都包上了一层袋子。原来他们要防的就是它。从去年开始，那个有两只猴子，它是猕猴啦，它就是会去感觉那个照后镜那边会反光，它觉得很好奇，而且它们两只都会跑去把那个照后镜拔下来，拔下来之后它会在那边玩，然后拿自己来。 自己照镜子，这里是新竹知名景点飞凤山，许多开车来的登山客下山后，发现自己停放的车怎么后照镜没了，纷纷报案。影片被PO上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有人开玩笑说这手法是不是被耽误的技师，还有人说果然是美猴王这么爱漂亮。后来我们采用那种用那个兽笼，兽笼里面放香蕉，手出带兔呢，真的果不其然。 农业处又捕到其中一只检视后已经野放，这回不止桃园发生狒狒逛大街，新竹飞凤山也有猕猴拆后照镜，让停车场意外出现一排车包后照镜的有趣景象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胡家珍新竹采访报。